有日考上350度。那一个碗混合蛋糕糊，有水和三个鸡蛋。睡。食用油。蛋。混合直到混合物在一起。当蛋糕糊都混合一起，我倒入蛋糕烤盘。把蛋糕放在炉子里，然后等待22分钟。记得清理餐具。
22分钟后将蛋糕从炉中取出。把糖糊放在蛋糕上，把糖块放在蛋糕上，先等蛋糕全在准备好了。